两位先独享拍照一下。我们刚刚的介绍的贵宾都一起好不好？好，来欢迎我们的所有的贵宾是我们的显贤、小梦、冠贤、阿松、阿江，还有我们的小兰，请我们几位老板帮我们一起来到我们舞台区来拍照。好，我们的显贤、小梦、冠贤、阿松、阿江，还有小兰，以及我们的恶魔舞团，来邀请大家，我们跟所有的表演团体一起来拍一张合照哦。也邀请我们的这个贵宾朋友们来帮我们移驾来到舞台区。好，我们这个企划的摄影师站中间哦。好，我们全体。好，全体我们往后退哦，大家往后退。我们两位帅哥要不要在前面呢？OK， 那我们再次回来后面。好，我们两位老板们，还有其他老板一起哦，好不好？来，我们老板要一起拍照的，我们现在欢迎加入哦。好，先看一下中间镜头。好，那今天的 Hers 香水全品店开幕活动圆满成功，再次掌声来祝福我们的 Hers 香水全品店，祝福我们的这个店家鸿福大展，会客满意，也再次恭喜我们的两位老板。那么再次也感谢我们今天现场所有来参与我们开幕活动的所有粉丝朋友，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所有贵宾朋友，所有老板们，今天也感谢大家特地来出席参与我们 Hers 香水开幕的活动。那么活动呢，目前已经圆满完成喽，也请大家回家路上记得小心你们的行车安全，也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期待下回再见喽。那么目前呢，我们的 Hers 香水在开幕活动当中呢，有提供给现场所有朋友们的这个优惠，也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在期限内呢来使用完毕。那么